出门女神之泪啊，那这不法强有点太低了，那打人也不掉血，尤其是中单潘森不行。游戏虽然进了，但是二维码要给大家放在中间啊。全军出击，放在这里可以小扫一下啊。点点卡眼，点点点点，可以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一个兵不让他补啊！你打我，我就E。反正我也不费蓝。等他学了哦哦哦，我们就别往上上了啊。扣一下，拉回来。前期发条的主要目的就是发育。扣一下 ，A 打不溜。这玩意儿呢，耗血真是无脑，但是他一个刀也不补，确实是行，兄弟。一共他补了三个兵。我听到了，扣个 W 少点用，前期发条扣 W 二连很费蓝，一下一百不够，扣一下一回来，最好是用 Q 和 E 吃个小饼干，这波没蓝了，升个四级。三个扣，扣一下，扣 A， 一收三个兵，再扣，行呗，扣。你是真是一个刀也不补啊，我就免费让他耗，现在都可以，我让你耗。把饼干吃了，这人九个兵，我操了，兄弟。那小兵补怎么的是还没补着那车啊，补兵难受，这人发现没？把球放在这个位置，你连 E 都不 E 他一下，你给我打个 E 技能也行啊。结账，上把没结账啊，忘了，那我这把都打上了咋整啊？
W 点都点完，一只都 A 一下组合。你们等我这波兵推完的啊、哦，我再给你们解，别着急啊、哦。我看看这把到底是劫走位闪现点，上把这给大家留了吧，这把都开五分钟了，好吧，上把的给大家留了，有一些兄弟可能进来以后吧，他没看见，他以为是这把的呢，因为我这把已经开了，按斗鱼的规则来讲，这一把应该小留一手啊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你不用爽，你那鱼丸早晚都得没，你不用你爽，你爽不爽的。让他去，我们推中。吃塔皮。小问题，你这蓝 buff 重新打吧，来开眼，打蓝 buff 啊，快快快快快，还不给我拦，你这哎！别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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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去了！我操，这瑞文这么猛！我们你是个结巴，给你拦。他四级，人家凯隐六级。那潘森29刀，哎呦我操，这人！他们要是不补，是真是不补啊，一个刀也不补啊，我补，他不给我拦，你说我怎么刷啊？那发条很缺蓝的，这英雄我连耗血我都没法耗，他如果不给我拦的话，等这两个兵没了，嗯，他潘森就支援支援吧，我这辈子不带支援的这把。我是这辈子不带支援的，随便支援，让他中路塔皮全给他吃了。
没有一个大件之前，我不会走。什么意思？魔偶不耐烦呢？要干嘛？啊！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呦，好痛！海隐，爬我个右边出来啊！回家。发条出哪个呢？发条是不是也出炉灯？来个炉灯吧。出击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们走。干啥呢？啥意思？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滴答滴答就消失了，逃命！夜魔，我怕那凯银搁中路，算了啊，算了，拉倒。嗯，我怕那凯隐搁旁边，拉倒了。继续猜。来，这波可以支援一波。啊，这一波可以支援一波了，尝试一下。哎，这泰坦勾我就没办法了。不过我们把潘森给下当了，还可以接受，700块钱我们血赚了。那个蜘蛛如果跟我追，这波他们就全部都死。但是蜘蛛没追，那就算了。我这么玩，就算赢了，下路也崩了。那你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他心态崩了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不能说队友脑子不正常，完事儿你赖我吧？我在中路，我们能拿到优势。他一共补了53个兵，我吃了4层塔皮，外加压他50刀。你知道这潘森差我多少钱？他杀100个人，我让他。幸运寻宝充能，感谢林飞。压多少刀？不到6。打死他！我卡里带 A Q A， 小龙拿了。关键这蜘蛛不给我蓝，你知道吧？我们没有蓝。你说我乱支援干嘛？哎呦我操，606！
我没有蓝 buff， 你说我支援啥？我一个发条，我打线的蓝都不够，他还让我去支援去，我怎么可能去支援呢？先来个美甲窃魂卷啊！哎呦，我漂亮绿本，先给斩了。我马上压着潘森100刀，他现在是59，我131，100个兵，你知道多少钱？外加我还有4层塔皮，加一个防御塔。这波不用我，我们回上路吃线去。我也不是说在中路咱啥也没干。我也不是说，哎，他59刀，我59刀，然后我们啥也没干，然后人家还一直去支援去，我们是个屁。发条在前期又能有多强势？这英雄蓝可能都不够用，用来打线耗血都不够耗的。把上路塔拆了。哎呦操！和哪来个凯隐呢？从沙漏下点装备，这把生存环境可能会有点差。别追了，再追不死了吗？出个水滴呀，不用出水滴，我觉得有蓝 buff， 正常我蓝是够的。打不打？到底打不打？打就打。可以拆，这波二塔可以拆啊！你往这边走啊！干哈呢？这凯隐啥意思啊？6层美甲窃魂卷啊！摊一波 F6。先打死一个，先升级。还没升吗？回家，这蓝出来拿。蓝留一下。
我就不先出那钉了。我觉得我的生存环境其实蛮好的，我说实话，打他们家没有人能进得了我身儿，近身我直接一手钉就完事儿了。一百刀啊，这翻身不补刀，一个兵不补。还好我美甲窃魂卷没掉，我先保一下这瑞文啊。 Nice 瑞文，你可给我小心点，我跟你说。死呀！走了，插个眼儿，16层美甲窃魂卷，回家出700的沙漏，真刮痧呀！下一件装备我们出帽子，先杀个这一轮吧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396寒冰不配拿红。我配，我550赏金，凭什么不配？给我说一个我不配的理由，把我说服了，我就把这红还给他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漂亮！哎，咱就当相当于是大招杀了一个凯隐啊。没蓝了，撤了啊！你要硬让我 A， 我也能 A， 也不是不能 A。冲大的理由够不够？不够。发条冲大很正常。打职业的都空大，因为这英雄大招有延迟，你要像那种没延迟的大招空了还行，像石头人那种，那石头人让人闪现躲那也没办法。我要了个蓝 buff，我们先来一个法穿加上一个大棒，嗯，
我们不直接法穿帮，我们法穿加大棒。这蜘蛛为啥没有盖伦跑得快呀？哦，板甲475。先死一个泰坦，这干嘛？小黄毛，这小黄毛什么意思？往我脸上穿？不是，那还追呢？那盖伦，那盖伦追啥呢？盖伦，蜘蛛打了个问号，蜘蛛。我700赏金，我请问你，我配不配拿蓝？配不配拿红？他49，我15级，配不配？咱别说那些 ADC 又怎么地啊？我不配拿红，谁配？除去伤害，哪个人能有我高？兄弟们，我当场自闭，行不？枪毙的毙。潘森，我压了他将近差不多200刀，这个潘森。我想我拿个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。这瑞文这么顺，也只不过压了盖伦10兵。去打团了，我这沙漏一次没用过，没有人能杀得了我呀，关键是。打人的伤害还是打兵的伤害？打人的伤害。